哇，你看，他们的房间才这么小一间哎，你看。超小的，而且这也不算房间，你看，它上面也有号码，等于客人也是会上来，然后就是在这个床上，哇，坦白讲，很像按摩。不知道里面东西会塌掉还是怎样，就是都一直有一些木板的声响。你看那边有挂一颗莲花，你稍微过来一下，你拍进去那个床，你看它整个床都烂掉。对啊，这也是。来，后退。这一间有1、2、3、4、4张床哎。哇，它这个看起来像宿舍，但是又好像是有在接待客人。感觉很像挂羊头卖狗肉。你看这里也是啊，205、206。来，你看，你看那房间。怎么还有这种点歌系统？应该是放音乐的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说这个其实有点不太像宿舍，感觉是密房这样子。对，就是三楼是额外，可能什么特别服务之类的。对啊。哇，超怪的。那当初听说遗留下来的照片有在这边吗？再一次，我看错吗？这造型有点大啊！你还有前面这个板子，啊，是休息小姐要甲咱讲啥物代志？帮我照。好。帮我开亮一点。你有啥要完困吗？你靠底下敢有邻家啊？无人宝贝阿问者，因为从刚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有声响，我在想是不是他有刻意用声音在指引我们。
卡苏达段啊，是你在搞安，搞安一挂迄落总控，但是这达段总控的声音是你造成的哦。请我一个正面，一个倒面，安尼就是表示讲达段的声音是你要完成你自己的所在哦。一正一反，嗯。啊，阮今日来这个所在，敢有甲你交流着？若是有的话，就同款一个正面，一个倒面，哦。啊，若无的话，就是笑杯，无就无饮杯安尼，哦。打扰到，欸，问看看好了。等一下，阿卡叔讲，阮今日来安尼翕一段影片，哦，有甲你交流着，真歹势。啊，若是讲愿意，等下阮烧一寡，加烧一寡香互你。啊，若是会使，你安尼会当同意，啊，阮嘛是算小可甲你帮忙，烧一寡下时的香互你。啊，希望讲你较紧。早日会当离开这个所在，早日会当离开这个所在。看一下那块板子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有有，有看到？有。那是会使的话，吼，啊，就给我饮杯安尼。来，我表箱呢？看一下。好。来，一个正面，一个倒面。嗯。安尼，阮等下要离开的时阵，吼，阮就加烧一挂香，下世的香互你。你是伫这个所在做工课，吼，啊，可能有一挂状况，是顶管家宿舍的所在往生去的，吼，一只家己了断，那往生的，安尼，给我一个银杯。快快，我先不要动，这样比较准。来一反一正，哎，哦，这个都是这个古币都是已经有开光过的。嗯。哎，就小姐拍摄哦，把你交了。来，看一下那块，还在动，还在动。这边不要用夜视吧，没关系。好，好，要稍给他们尽量光不要打太亮。啊，不管做书在上，地主今日来到彰化这个地点，啊，一只有当着一位小姐，一只个所在往生伊个。八卦做出来有影有声吼，啊，希望讲你会当帮助这个地主来烧这下死的香，或者烧这的东西，
啊，不过做处理会当安尼，甲帮助互伊直接所在，莫阁受苦。等一下，来帮我照一下这边，这里。把它拿过去那边。好。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始听到的那些声响，都是他有点刻意，好像在指引我们，因为我们每走到一间。外面有声音，然后又走又有声音。我这一次带的这个法杯的这个，就是之前都是用一般的那个杯，对。这一次我带这个古币，就是因为这个古币也是有开光过的，对。那边就让他在那里烧，烧给那个小姐。那我们就先离开了。开始哦，交料哦。